这些图卡你都可以先着完色之后再剪下来，或者先剪下来再着色都可以。这三张因为等一下要用，所以我先裁下来。剪图的时候，通常我会留一点点白边，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好看。那四号袋里的 A4 纸裁下来的这几个长条，我们就相约间隔约 1.5 公分或2公分都可以，然后把它排好，两边贴上双面胶固定。折的时候我会放在那个书页里面，因为它必须贴在那个书页里面的范围，所以不要超出。蓝色作为底部，所以它会有粘贴部分，我会稍微做修剪。做东西时，我通常会再三的比对，确定好之后才会开始粘贴。这样很简单，就形成了多层次的口袋。
这边边缘上点白胶，跟左边你相贴。这两张卡片粘贴在黄色内页里。有两张浅黄色的长条，背面上胶贴在这蓝色卡片上面。上面的图案可以自由的配置。